大家好，我是主播，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。首先要为您报道的是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。最近频频传出民众失踪的新闻，嫌犯已经确定是谁了，就是我们的蜡笔男友。蜡笔男友是紫色的哦，请各位民众要多多小心，而且他会用非常粗的链子把民众给绑走，所以请民众千万要小心警犯。哎呀，鸡子啊，鸭子啊！啊，你们出门的时候要小心嘞哈！哎，遇到这种坏人哦，就不要跟他搭讪了，要小心他们呐哈！哎呀，想到这件事情，哎，贝西呀，听说你1岁了呢哈，是不是？你1岁了呢？说到很1岁了，大家都很开心。柚子很开心，橘子很开心，花妈很开心，花爸啊，救命啊！哈哈哈哈！我是那名奶油师，想要把他救出去是不可能的。哎呀，啊，怎么办？我们家的花爸被绑出去了啦，怎么办啊？哎呦！那时候贝心想，啊，花爸也是他养了，也是养了他1年的恩人呐、啊，所以他自告奋勇提出要把花爸救出去的。哎呀，啊，你要去救爸爸、啊？哎，啊，不然呐、啊，之前我们家养，在你出生之前哦，还愿意把汤匙帮你挖出来。啊，要咋去？那个什么汤匙？来，贝西，听着，这把就是当初帮你挖出来的汤匙，拿着，一定有用。来，拿着。于是呢，贝西就前往拯救花爸了。